来我的频道，我是嘉宁。如果这是你们第一次来的话，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开小铃铛哦。嗯，可是想要小小自我介绍一下，我会偶尔po心理影片，有关于彩妆保养，还有服装以及空姐类的影片，所以你们喜欢的话不要忘记按赞哦。 And again，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但如果你们是长期回来的话，欢迎回来咯。今天嘉宁想有一个非常的exciting video， 因为这是一个开箱。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title obviously， 今天我特别去，我本来是要去帮家人买东西，可是就想说好顺便问一下好了。然后在 LV 那专柜，那女的就跟我讲说某某店 Neiman Marcus 有两个，你要赶快去，完全是奔跑的去。然后我先说这个包包真的是 sold out everywhere， 我上前几个月去 Madrid 的时候他们没有，香港也没有，台湾也没有，我真的快疯了。我是直接打到给路易川，我说你有货的时候麻烦打乱给我，因为我会立马买，然后一直都没有通知，所以让我有点小小觉得说我怕是 discontinued 的。 But 我想说不可能，因为这包包真的太 popular 了，可能就真的是 maybe 只出一两个，然后就很快就会卖掉。 So anyways， 今天就很幸运买到了， And I'm so excited， I'm so happy。 我买到的时候完全是傻眼， I literally 我还是有点在 shock的状态，因为我想说怎么那么运气这么好，让我在达拉斯我不用跑那么远的地方就可以买到这个包包。 So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今天嘉宁要开箱的就是 The very popular The very cute The Louis Vuitton Palm Springs Mini Backpack。 I love this bag。 从它当初出来的时候我就非常热爱这个包包，因为我觉得超可爱的，又很方便，然后就是 I just feel like 这个 size 是 perfect for me， 因为我本身也是喜欢小包包的一个人。 But 你发现那个小包包也有，你还是要有一个 standard， 因为你没有放东西的时候就很不方便。然后我不得不说会让我不买一个包包，就是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手机。我手机现在用是最大的，所以是用 iPhone like the big one， so 我就是需要一个大的包包，大的小包包应该这样讲。 So yeah， so I'm so excited。 Here is the box， it's so cute， obviously 非常包装非常好， as usual。 So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Alright， 有时候你知道包装太漂亮反而就你知道舍不得打开， but I love it。 而且他每次都打包的很好，然后导致你知道自己想要包回去的时候就有点困难，然后反而包不回去。 So clearly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at。 Alright， 这个人打包的非常之紧，怕我会弄丢吧。 Alright， So 盒子就长像这样子， And then you open it up。 Oh it's not, yeah there's a good snow one。 打开的时候里面就是这个包包， But here 就是防尘袋。I feel like 我需要 instrumentals like 完全噔噔那种声音，让我终于等到了这个包包。 I don't know how long I've waited for this bag honestly。 我已经讲我要这个包包，当初他们的 design 我就要这个包包，然后现在他们就换了嘛，因为拉链真的 以往的那个 design 比较不方便，然后比较不好用，所以现在就有新的小小的 tweak in the design， but obviously it still looks the same。 It is so freaking cute， oh my god， I love it， it's so beautiful honestly， 这是So beautiful. OK， 所以包包就是这样子，非常的，我觉得简单但非常好看的一个包包。 It's obviously a backpack， 然后前面就有一个大的拉链 for the inside of the bag，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拉链for the front of the bag。 然后前面的拉链 honestly 我只能说算是装饰来用，因为这个 pocket 有点小到真的什么都放不下， so 只是装饰来用。 But then you open the inside，里面打开找就像这样子，它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没有一些 compartmentalized 的一个袋子，然后里面就会跟来你的 straps， 然后 obviously 它跟来两个，因为它毕竟是背包的一个 design， but 你可以把这个 strap 用到长到它变成斜背包，所以就变成这个包包虽然长像这样子，然后是非常的 backpack 的一个形状，可是你真的想要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crossbody 来背，也会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就比较有个性一点，然后比较不一样的 crossbody。然后里面当然就跟来它的 ，so 里面就有这个 ，and then 那个小小的一卡片 ，but anyways， so yeah， 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 ，so cute。So cute， 我先把 straps 弄起来好了，这样子才比较能看得出来，包包真实。I mean obviously，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用秀你们它真实长什么样子，因为这个包包已经是 all over IG， all over YouTube， all over everywhere。然后我也是自己等到这么久才可以拿到一个，因为真的 it was like seriously sold out everywhere。So yeah。So strap 弄起来的时候，它就像这样子咯。它的 straps 可以那个 adjust 长度， so 如果你比较高的话，或者你上半身比较长的话，你都可以去自己去 adjust。But God, it is so cute。包包的 actual dimension 我会在下面列出来，因为我自己本身不知道。But I think this bag is so cute。God。I'm still in shock. 我完全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因为 because I'm just so happy with this bag, and 我真的很庆幸以及 like just excited. 然后我可以买到这个，因为我真的等了非常非常久 ，and 去了各式各样国家去买这个包包，但却没有。然后没想到真的是在德州却买到了。So I'm so happy. I'm so happy. It's beautiful and.I love it. The leather is so soft, as all Louis Vuitton bags usually are. It's just, I'm so happy. It is so beautiful. All right, 这就是佳宁的 Louis Vuitton Palm Springs Mini Backpack 的开箱，希望你们喜欢，然后不要忘记按赞赞赞哦。看我现在就是 excited 到连话都很难讲了。But 真的希望你们喜欢 ，and I will do a review on this bag.Shortly. Yeah, I'm so excited. I love it. I love it so much. I love it. But yeah, 就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然后不要忘记按赞哦。然后如果真的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开小铃铛哦。然后祝大家有美好新的一个礼拜，我们下次见咯，拜。